味剂的发明灵感来自于，你知道化学家发明甜味剂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吗？没，不知道，这怎么会有一个洗忘记洗手？对，这个很奇怪，这答案怎么掰啊？饭前忘记洗手，怎么会有甜味呢？对，我刚是摸到什么了？糖尿病，我糖尿病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